昨天是副总统的政见这个辩论会嘛，那怎么看三位的表现，尤其是这个赵少康好像有稍微口误，可是不过他在后面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蛮轻松的话。哎呦，谁没有口误，谁没有讲错话的时候呢？口误这件事情就笑一笑就过去了哦。不过我可能老王卖瓜啦哈，我听到萧美琴跟那个这个吴欣盈，因为我看他们就是照稿子念嘛啊，那我就跳过去了，然后赵少康的时候我又再转回来，因为我觉得照稿子念的，你念的东西到底你自己写的还是幕僚写的，那你就写脸书我自己看就好啦。好，其实每一轮只有十分钟而已哦，我是不明白为什么每一句都要看稿子。我可以理解你要看大标啊，提醒一下自己啊，接下来这一段要讲什么，可是你每一句都要看，每一句要一直这样看，那代表这个稿子是别人写的，而且你连事先融会贯通的用功都没有。好啊，你自己写的你真的不用一直看，你看一下哦，这一段要讲什么你就可以自己讲了哈。啊，那我是觉得蛮奇怪的，就是大家已经当到这个程度了，有需要像小学生演讲也不用每一句都看稿子啊。哦，那我蛮讶异昨天的他们另外两位的表现，就是要到每一句都要看稿子。对对对，我最后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淑慧姐现在在立委选区这块，因为选战剩倒数了，姐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战略是在要做最后冲刺？其实我一直都在打所谓的政见战啊，像我的对手都没有做文宣啊，也就是政见的文宣的诉求，也没有提他的政策啊。那可是我觉得大同士林是一个老区，他的房子很老，巷弄很小，停车空间不足，他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们负责任的民意代表应该是提出政策啊。那我也常开玩笑说，我知道这边的基本盘是比较支持民进党的，所以我也常开玩笑说，如果这边的大同士林的民众愿意看脑袋不看颜色啊，听政策不听政治的话，我就会有机会。那当然说对于艰困选区啊，就像蒋万安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是永远艰困。对，是。那最后想要请教淑慧姐，因为昨天好像有遇到高嘉瑜，高嘉瑜跟媒体反映这边也是说王世坚好像已经在卸票，不过这个尖尾鱼是不是只有尖好像才比较有可能？对，我觉得高嘉瑜，我昨天在录影的时候遇到嘉瑜委员哦，他的口气是非常羡慕的，问我说：“哎，尤淑慧，你有在站路口吗？”我想说：“当然有啊。”我说：“当然有啊。”他就说：“啊，坚哥都不用啊，世坚议员都不用，真好哈。”然后后来我就又看到他跟媒体说，坚哥已经在卸票，就是温动算的那样哈，听起来他是非常的羡慕啦哈。那我也知道他现在有一点觉得很哀伤哈，因为当时尖尾鱼啊，就是有比较批判自己民进党的哈，结果是变成尾鱼被尖了哈，就是那个尖哥是没事的哈，然后尾鱼都出事了啊。那这就是凸显哈，你加入英系比较有保障啊，青睐是没什么保障。赖清德自己选总统，但他罩不住身边的人啊。高嘉瑜是。事实上是2020年就压对赌的赖清德身上嘛，那一次的初选，只有我们看到他哦凄风苦雨的陪着赖清德接手哈，结果呢也没有什么用啊，英系也都在搞高嘉瑜啊，哦甚至听说英系还下了令哈，要世坚议员不能去辅选高嘉瑜啊。上一次你大家记不记得他们俩有合体，可是这一次很少嘛啊，所以我是觉得哈，这个尖尾鱼三个人啊，尾鱼哈这两位哈，应该觉得说加入英系果然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会不会觉得就是赖清德跟邱美琴他们能帮助小鸡的，比起就是侯友宜跟赵少康能为小鸡加分的比民进党多很多？你是说侯友宜比较多嘛，对不对？就是可以帮助小鸡。哦，当然当然啦，因为譬如像士林大同啊，我们做的民调啊都显示哦，王世坚的民调比赖清德高，所以王世坚议员在所有场合的致辞里面他都没有提过赖清德，不会说要2024支持赖，因为他自己的票就比赖清德高。这也是民进党现在所有小鸡的问题点，就是这个赖清德没有像当年蔡英文的那种裙摆魅力可以带动他们这个立委的选情，所以有一些人就保持客气行礼如仪啊。那有一些人就自己努力自己的。现在整个民进党最黏赖清德，但只剩下高嘉瑜，因为他缺的就是绿的选票啊。其他的我觉得也都还好了，但
不管怎么说，民进党是一个团结的政党啊，我们一直都希望说这个蓝营的支持者也可以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在投票的时候都会团结一点。对，那过去民进党都是这样认党不认人啊，即便说王世坚跟何志伟有一些这个初选的恩怨，那民进党支持者其实最后还是我认为还是会归队啦。那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说，如果国民党支持者也能够这样子啊，向心力比较强一点，可以这个归队投票的话，其实到最后比的并不是民调，到最后比的都是投票率啊。去年国民党大胜跟2018年的大胜之前的民调，我们都没有说一定会赢这么多，但是最后因为蓝营的人愿意出来投票，那出来投票就会赢，其他的接电话不会赢的要出来投票才会赢，加权也不会赢的要出来投票才会赢。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